如果我们可以看见所有的可能性。 我在跟你说话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啊？他的魂又不知道神游到哪里去，整天只会做白日梦。你看看，连筷子连动都没有动，到底又在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呀？哎呦，他可能遇到了什么事情吧？还能有什么事？一定又是工作上的事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你就是固执，什么都不听。你看看你现在这副鬼样子。 什么工作？你有工作了？嘿呀，戏子啊！哈，真的有够荒唐。还是个荒唐的戏子，笑死！你不是医学生吗？哎，谁知道他头脑在想什么？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学历。你表哥啊，将来一定比你更优秀，他会是个优秀的工程师。再看看你，什么都不是。 现在不只想要替我的生活做主，现在连我小孩人生你们都要参与，你们根本就是想要满足你们那变态的控制欲。走回来，干你娘！我在跟你讲话，我在跟你讲话。 什么医生，什么先成家后立业，那都是你们要的。即便我成为你们想要的样子，你们又觉得不够。明明自己的事情都已经一塌糊涂了，还觉得自己是最厉害、最完美的。我最垃圾，那到底要怎么样做才足够？
What if you could